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伙子，他是十里八村都非常有名的厨师，他要不到场这都不能开席呀，来掌声有请他。全城热烈，东北爷们就是棒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吉林省灵安市东县简田乡四合村戚主，我叫赵仲仁，我的爱情宣言是全国各地我做饭。全国各地做过菜，继续找我的爱。你这头发跟老王有一拼呢。不是咋回事，我发现自打进入这一季，今年流行这老王头怎么的。做厨师的啊，做厨师的怎么了？这么长，这得往下光。掉的头发时候就是怀养嘛，所以养的都是光头。哦，那看来老王哥不在电视台干了，以后上你们那儿工作方便啊？对对对。他能当啥？厨师长呗。小伙儿看一下场上十六个姑娘，看看对谁的感觉最好。不是。什么？好，看完了、啊，你再好好看看。不看了，完事儿。你这找滚了，滚了。找对象别看差了。啊，不用再看了。场上十六个姑娘，对小伙子的感觉怎么样？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。灭一盏灯吧，你这着急呀、啊！你这栽栽歪歪的，你别吊台下是吧？我说你急吧，人姑娘说你了，来，那你咋就相中就灭他了呢？他说他就想闹，我说把他灭了得了，他别闹了，我害怕。到我这咋的？刹不住车呀？还是刚刹着吗？我服了。我道歉。真诚点。说话，你这。我错了。你都给人逼的这平卷舌都不分，我错哥。想咋的？行。别闹了，看小伙第一个短片，一起来看。大家好，我叫赵仲然，小名叫大圣，今年25岁，来自吉林省东辽县贾山乡四合村。我是做厨师行业的，一月能挣3000块钱。十里八村一提我都知道，村里跑大集做菜都是我做。做菜手艺杠杠，老香了。咱们这小赵师傅炒菜炒的好吃啊，这个在俺们假山乡啊，一半啊都得他炒，都邀请他等他，不然的话这个日子吧都得赶到一个礼拜之前，为了等他忙。大光这人可节俭了，你平时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买，没的零花钱只有200块钱，这是我的零花钱。衣服是去年冬天在常州黑里路买的，最便宜的80块钱。这现在来说最便宜，我现在都是最贵的了，已经这一件。这是我的手机，买3年了，花200块钱买的。我对我未来的女朋友只有一个要求，我的一月生活费是200，她不能超过260。七号西元，厨师行业真的不容易，而且你能把厨师做得这么响当当的，为你鼓掌。谢谢。现在吧，不从事厨师行业，但是我大学学的专业呢，就是烹饪工艺与营养，所以我支持你，加油。对。轩轩觉得小伙咋样？小伙不错，但是太抠了。那给女朋友260，那能活吗？吃不饱关键是。我要200呢。我给他呗，我200给他。你200给他了？啊。他560了，460了。460了。啊。不过再添50，我算算啊，460再添50，510。张旭元现在一个月能给你510块钱了，他紧吧紧，他把自己的零花全给你了，510。
510也刚刚够吃饭的，其他啥也干不了。咋整？再拿呗。510不够，再添100，我再添只能添100了，最多最多的了，最多最多就610了。对，我真不能跟你走，生命都有危险呢，容易饿死。不是我说，大厨你咋就这么抠呢啊？这260、460、510的，商量的最多也就能添100块钱，再添只能添100了。看小伙这样，这好像还挺为难的呢，这到底是用点啥呢？都别走啊，广告之后啊，咱接着看。容易饿死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挣钱太不容易了，在跑大席的时候一天只给100块钱。做多少道菜？不一定，有18个的，有20个的，不一定。就用那个大锅做是吗？对，那手扒大锅，手勺扒拉那个。就一锅做出18盘。对对对对，一锅做18盘。最短面放的是35席的。35席的。嗯，对。35桌的。35桌，对。哦，哎呦，那就得做2轮呐，一个菜啊。对对对，那是100块钱。对，100。忙活多长时间？那我正好忙了2天，第一天还35席，加起70席，我正好忙了两天才完事儿。晚上回家那这衣服冻的呀。放那立都立住了，那全是油，洗不出来了，跟火碱都拿不下来了，火碱都洗不到。那也挣，挣100块钱这么不容易？不容易，但花的时候得寻思着花，得几天花了它。你月能挣多少钱呢？在老家3000。啊，在长春能整5000多块钱。你现在攒多少钱了？10多万块钱。几年攒10多万块钱啊？3年吧，很能干呐，小伙子。是，你今年才20几呀？25，3年10几万了。一个月你这200块钱都咋花呀？我就买烟、买水，别什么不买。啥衣服、裤子啥不买啊？衣服这都买，在大连那年买的，衣服花70，裤子60，这鞋是我母亲给我做的，新做的。嗯，上了俩买卖，再往全油，反正擦一擦了还能对我穿。这一个裤子一个上衣必须穿3年，必须3年。我的衣服很少。你是不舍得买还是觉得不能买？ 不舍得买，不想往我身上搭太多钱了，因为我还有个弟弟没结婚呢。这才是实诚的农民家的孩子。谢谢阿哥。所以你是好样的啊！来看第二个短片。这几种姑娘坚决我不找。喂，哥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这鸡皮疙瘩洗真受不了。还画呢？啊，我还有一个眼睛没画完呢。我在那等着急吧。你干啥呀？复习吧。那我得画完的。哎呦，画的直掉渣了，我是整受不了。我的妈，这四里这些给我都不要，白给我都不要，受不了。我平常从来不上 QQ 微信啥的，就在家里听着，所以我的女朋友不能上 QQ 和微信。之前有的话都给我卸了，有多少聊 QQ 微信能聊跑的？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呀，多吓人的。咱就是普普通的庄稼人，没事见面唠嗑挺好，不嫌那洋事。我这个人心眼小啊，比真别人还小。我未来的女朋友不能多看别人男人一眼，多看一眼我来气，更不能有异性朋友，普通朋友也不行。是我哈，大表姐。那个小伙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刚才你说那个你要是有女友的话，她连看就是看男的那个一眼都不行，或男的看她一眼都不行，身边异性朋友多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我肯定跟你说声，我肯定是有个男闺蜜。可以，也可以接受是吧？可以。那我也有啊，完了要说露馅了，差不点露屁了，想下车才引了，站着了没眼屁都续不来。咋都可以呢？因为我也有。你有几个异性朋友？俩。
好到什么程度啊？他现在在外地工作，打个电话有用多少钱的话，值一升多少钱都可以拿。打电话有的事儿，值升真好使。他只打电话值升，要1000块钱。他不是给拿来980的，就这么好使。关系都这么靠了，怎么就没发展成对象呢？对手不是太强了，不比我先下手，没干过他，差一天，恨死他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闺蜜太危险，是不是、啊、大表姐？这个我真接受不了，不好意思、啊。灯前面了。想说点啥？我啥也不说。还有一个环节呢。知道。对呀、啊，先别放弃，爱咋咋地。加油！意中人吗？意中人是吧？来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。7号张奇源，有请。我嘴笨，不会说什么。我的外号十杠压不个屁，就是我太不会说话了。对。哎，大伙说了，这大叔可是真实惠啊！人家别人的表白都说自己的好，你说他这上来可倒好，就说自己不行。我的外号十杠压不个屁，就是我太不会说话了。我看呢，这戏园也是学厨师的，对吧？你要是勇敢点，把握好了，哎，没准还真就能成。大伙都得走啊，广告回来呀、啊，咱看看结果。我的外号十杠压不个屁，就是我太不会说话了。对，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对那时候等着妹子等着差钱吗？你问他呀。是不原因？这只是其中的一点吧。我是学烹饪的。对。我这个专业吧是我自己填的。对。然后呢，我爸妈当时是不知道，他们觉得就是厨师社会地位很低嘛，然后他们会说我的第二个专业，那个企业管理这个专业，其实我非常喜欢做那个中餐。其实中餐都是男孩，你应该知道是吧？根本就没有女生去做那个。其实我毕业的时候，我们是需要考级的，我考的是烹调师，3级烹调师。我们班只有2名女生做这个，其他女生都去做面点了。所以说我毕业了，我没有地方要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法就业，所以说我现在只能在家待着。所以我爸妈还是告诉我，姑娘，你绝对不能去做烹饪，你也不能找一个做烹饪的。明白了，行。但是我心里我依然觉得烹饪行业非常的伟大，真的。行了，你可以向后转了，挥手。你们两个，一个是学烹饪专业的，一个是以烹饪为生的。我们今天必须得明白一件事儿，西元，你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去做他呢？因为我是女生，我虽然有肌肉，但是我垫不动大勺。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呢？因为我喜欢呢。所以你的专业成你的爱好了，现在。对，现在只能作为爱好，只能在家展示它。可以啊，你未来做一个好妻子，照样给你的丈夫可以做出最好的美食来呀。对对。所以你的专业不白学呀。对。但是有一点跟爸爸妈妈说，我们这个社会钱只要来得干干净净，职业没有贵贱之分。对对。我们的眼里没有贵贱之分，所有人的眼里就都没有了。谢谢老王大哥为我们这些烹饪的人说的这些话。我觉得电视机前可能很多大厨现在眼里都含着泪吧。谢谢奇源。小伙子，你愿意做一个好大厨吗？我愿意。做一个什么样的好大厨？大厨的级别在于帽子，帽子越高，高厨级越高。我现在才这，我想干到完事儿。鼓掌。这是行政主厨的帽子，
我戴过吧，其实走道不得劲儿，走啥道也得这这个走，要不过不去，太高了。你给没给自己一个，给没给自己一个规划？几年能干到那么高，那么高？二年半，准了。能吗？能。希望你的梦想早点实现。谢谢燕子姐。帮你管钱的这个媳妇儿也早点实现。走了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加油。我原来的我也是照来转，就是上这么豪华的舞台有点突出，真的。